谢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歪唱太平歌词，是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，一个叫谢金，一个叫李鹤东。哎，谢金他说他叫谢文金，其实没有错。嗯，文字辈儿比我们大两辈儿啊，按说我应该喊的叫师爷，我得叫叔。对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喊过啊。哥们儿弟兄这么拎着。对，二位说了一段歪唱太平歌词，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嗯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今天是这场第三场啊。对，我看还是满坑满谷的观众，已经十点了，你看已经十点了，说明什么？你刻在哪儿了？什么叫刻？就是心里嘛，心里。哦，我到十点得打胰岛素了呢。没有，已经十点了，还是很多人在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相声是有魅力的。哎，还是好，对吧？已经演了有两个半小时了。嗯。啊，花钱了，对，花钱了。嗯。头一排这小姐姐说：“花钱了，确实是啊。后面的也花钱了，后面也没走，是吧？”哎呀，别挑唆了，就真好，真好。晚上吃饭这个不知道啊。翻场我们再聊啊，我们好好先演节目。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叫做主持人也报了，叫《年三十的歌》。对，我一共上过那么五六次春晚啊。是是是。变烧鸡，别老提这个，现在就把烧鸡都戒了，已经就不爱听这个现在。这个谢谢，是上过那么几次春晚，其中有一次呢就演过一个节目叫做年三十的歌，最好那次穿的，什么叫最好那次啊？什么叫最好那次？那就反响最好吗？不是，穿的那个服装也是今天穿的那个服装，哎，就是这身。嗯，还行吧。这是我们第二次穿，对，第二次穿是吧？所有上过春晚的这个大褂，我们都挂在一个格里。因为我们家比较大嘛，是吧？然后还有我们家大，对，我们家都挂在高速上。你们家两趟高速，行，你们家的马桶多棒啊！可以。你要喜欢送你们家去，其中有一格，上面写的。春晚用过的，哎，写的春晚组年三十的歌。嗯，那年呢说实话没少下功夫，是，我是比较喜欢看春晚的。嗯，我在春晚上总结了什么一共多少个小时，多少首歌，多少魔术，那都是真的，真爱看啊，都是我们就一点点研究出来的，确实爱看。嗯，喜欢春晚。是，你看我是98年的嘛，我98年出生，我呢我知道第一届春晚的应该是，你是哪个98出生的呢？富贵人家。没听说过，你哪儿98年的？别胡说八道啊！你快赶上鸦片战争了！你快赶上鸦片战争！1898年，就这种包袱你们还懂呢？这多少年前的包袱了？行，有人搭理就不错了。我是85年出生，正经，对吧？你看看，说实话都没人信了。狼来了的故事啊，对，说真话都没人信。85年出生，第一届春晚呢是83年，对，83，我印象很深。嗯，83年我没有印象啊，还是说瞎话了。83年我没有印象，哎，后来的春晚就长大以后我印象记事了。我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，家里条件不好，看春晚呢，我特别喜欢看春晚。是，我在台上说的都是真的。嗯，啊，经常去邻居家看春晚。对，你等。跟自己家看，你上邻居家干嘛？我们家没有电视，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彩电，哎呦，十几寸，大概14寸一个小彩电，我就坐在人家旮旯里头，坐人家旮旯，对，然后默默的就守着看春晚，就蹭电视，人家正在吃饭啊，正在打牌啊，都干嘛，都不理我，我新鲜的，我也不理人家，就看春晚，人家蹭电视嘛，给我来一把瓜子儿，啊，我就吃，啊，也边吃边瓜子儿，哎，吃完了瓜子儿我就吃自己的啊。你带着瓜子儿，你吃人家的你？什么孩子这是？这不得先吃人家的吗？好家伙，自己家不是少吗？我说那么早去呢？哎，就喜欢看春晚。我后来看春晚的时候，有一届83年春晚第一届的时候，郑绪岚有一首歌曲叫《牧羊曲》。哦，我印象特别的深。后来看回放的是。嗯，穿了一个粉色的毛衣。哎呦，特别好看。好看。我给您小洗一下啊。牧羊曲。牧羊曲。就少林寺里边那歌。
日出凶山啊，这一听口音就是河南的。你怎么听出来的？嵩山，你这怎么凶山？这修怎么发的音你呢？我唱出口音来了是吗？多新鲜的，唱歌唱出口音来了。哦，对对，我们那嵩山，我们那不叫嵩山，叫熊山。哦，熊山，熊熊，熊山。有河南的吗？咱老家怎么说？熊。啊，那你们老家可能就更富地了。日出嵩山，嵩山。城中惊飞鸟，林间小溪水潺潺。哎呦呦呦！坡上青青。老是皮影戏那姿势。啊！你们都不会。人家多年轻啊，都。啊！你们都太老了，你什么孩子这是？你知道这歌确实老，不是你这么年轻，你坐第一排。哎、这什么话呀、啊？有钱有钱有钱，喜欢看啊。孙老师，您怎么样？我也喜欢呢。也喜欢春晚啊？年年都守着电视那儿看。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我唱首歌。哟呵，我让您猜谁唱的什么歌曲，都是春晚上产出的。那只是春晚的歌我都知道，不但告诉您这歌曲名、演唱者，还告诉您哪年的。这么大雷呢？你嘴里有疮是怎么着？这么大雷呢？雷呢？能耐？这么大能耐？能耐。好，就这么大。好，听啊，你来。有了，这么快。妈妈怀里的歌，多么温暖，多么好听，听过吗？没有。哎，你回来，这我的机会来了。他没听过，我可以随便说了。我想死。这歌太老了。我想死，人家张云雷演出的时候，人啥都会唱，人家粉丝。人家长什么样，你长什么样？能一样吗？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观众，不会。能一样吗？这个。妈妈怀里的歌。就这名字吗？就这名，蒋小涵唱的。哎呦呵呵，哎呦呵。哎，93年，当时我的女神蒋小涵是穿了一个黄色的连衣裙。哦，净记人衣服了。哎。然后还有一帮小孩拿着蜡烛送到观众席，我印象特别深。是妈妈怀里的歌，你看看。哎，还有一首，听这个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多老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您这马大帅，什么马大帅？您这嘴上租来的是怎么着？烫啊啊！人家是那么唱吗？在那桃花盛开的，哎，不是，桃花在那，你看看，嫌你们，这又会了，这是84年的，93年你们怎么不知道啊？在那桃花，终于有一会的了。满足。行，84年，不严谨，不严谨，孙老师怎么不严谨了？不严谨，这首歌是上过春晚最多的一首歌，一共上过6年春晚，第一次上是84年啊，对啊，第二次是86年，哦，第三次呢？第三次92年。哦，有小超啊。当时春晚上我就想演这段，领导不让。是啊，第三次是92，第四次是96，第五次是99，第六次是09，一共上过6次春晚。听得晚上要中奖，您是彩票啊？这怎么意思？这还有球，还有一首歌我印象很深，是吗？叫《众人划桨开大船》，大家记得吗？付笛声老师，哟呵呵。
怎么了？伏地生老师终于碰见众人划桨开大船。今天这样，朋友们，几千观众，咱们配合一回，咱们找一找当年的感觉，好吗？我唱，你不问观众会不会？你我唱几个字，不会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学，非得教会了。大家只需要哦嘿哟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什么？哦嘿哟，这哪儿蹦出哦嘿哟？我一唱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一只猪高爷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哦，行。一只猪高爷。哦嘿哟，哎。南渡望洋海。哦嘿，这给你看词儿的功夫呢。众人划桨哟。哦嘿哟。开动大帆船，哦嘿呀！一棵小树叶，若不禁风雨，百里森林哟，到了韩国这儿。并肩耐岁寒，这老好嘿哟！一家十十家百。百家千千万，你家我家你，嘿，同舟马空骑，好子马一汗，百客马正流，千帆惊，波涛在后，嘿，还真有会的啊！就这几个嗨，那上面的朋友干嘛呢？底下这人。你看人家钱花的多值，是不是？还有首歌啊，唱给你听。你唱给我。让我啊，成都，成都没有上过春晚。刚才我说了，我的歌输出都是在春晚上输出过。不让我成都，让我不是、成都是让我掉下眼泪的，不让我不知。不是这个，不是。哦，会唱也不行。哎，不是。让我，让我将你心儿珍惜，是吧？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人家都唱出来了，人家都把活都刨完了，都已经。五百唱仨字也跟着唱，人家。荡起双桨。我这歌真老。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。这都是上过小学的，哎呦呦呦呦！怎么样？正好，正好，正好。终于有会的了，既然大家想一起唱，那我们就谁想一起唱，这不你起的头吗？你是给观众洗脑呢吗？这不是那叫什么 PUA 我们是不是？哎，有个清醒的哄我，我凭什么？我哄你干嘛？我我还得哄你，我哄你得了吗？还有一首叫杨钰莹的那首歌叫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》，大家记得吗？哦，杨钰莹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。哎，任贤齐。我想了又想，女孩们的心事。真奇怪你们，对吧？这都是春晚上给我们留下印象很深的歌曲。是是是是是。我还有一个功能，孙老师，您给我说出一个字来啊，我能顺着你这个字往下唱。随便说个字儿，你都能接着往下唱，都是春晚的歌。对呀、啊，我、啊、这本事不小啊。那我想咱们说一个字儿的话，啊，垮掉，垮掉，垮掉。哎，行，这一趴算垮掉了啊。不齐，不齐。啊，
太简单了。啊，故乡，生我养我的地方，不论我在哪里放哨站岗，我愿驻守在。我戛然而止。我在哪儿？对，我是谁？还有什么？还是啊，我看能唱出什么来。啊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这歌好，好，有。还是啊。啊妈。哎。我也没想到。太阳出来，月亮回家了吗？这帮女孩真奇怪。星星出来，月亮去哪里了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她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就是鸡。哎，都是女的唱。哎，认亲现场了。嗯，换个词儿吧。换个词儿啊。我说个词儿吧，俩字儿的。哎，我们，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。让你过去。怼着脸喊，你气得我肋叉子疼，那是人家气的吗？来，换个词儿，换词儿，还是我们，我们的大中国呀。哎，接上了。就这些观众还不如春晚当天的那些观众，真的。一共春晚当天一共几百个，现在几千个。啊，人家没花钱，你们花钱了是吧？好了，还有一点时间，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曲啊，带音乐的哦。哦，动用高科技了。音乐老师，走。音乐老师走了。还差了。假唱？谁说假唱？他说你假唱。音乐再来一回。给我个麦。哎，当给他拿个麦，你们看是不是假唱？音乐老师再来。前排，然后有这么一摞。很多年前我就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特别适合过年，特别喜庆。就是喜庆啊！然后我就联系到这个好朋友叫陆海涛，原唱，这是原唱，这是人家的歌啊。咱唱人家的歌，咱必须得感谢人家。是，就感谢人家。这首歌确实是适合这个过年的时候，就喜庆洋洋、喜庆的时候唱这个歌。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，我今天无比的开心。刚才第一遍唱这个的时候，一下就让我回到了当天春晚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激动，多么的开心，眼泪差一点点掉下来。我就怕用这个擦，我怕把眉毛擦掉了。真的，我眼泪，因为我这个人好掉眼泪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特别激动，特别开心。眼皮子浅啊，对，今天哭一个，真行，什么要求都有。这几年也没怎么演出，然后加钱，加钱就好说了，加钱。咱这玩意儿还有外快。五环？啊，对，刚才大伙儿没有。怎么还听这个呢？五环我已经很久没唱了，是是是，其实我特别唾弃这首歌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它就是红啊。我多不要脸。我们一起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，这个就没有音乐了啊，因为五环。这舔着脸还配音乐呢。因为五环的音乐我也跟不上，你知道吗？
咱们一起嗨一下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各位有手机的把那闪光灯打开，好吧？照亮五环。对，有的朋友可能不好意思，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。是，没关系，你朋友也怕你笑话他，你知道吗？就谁也别笑话谁。对，开心。做一对臭不要脸。找一个。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啊！是是是，我看人家什么薛之谦的演唱会吧，什么周杰伦演唱会，台底下的粉丝哇，都特别开心。到我这儿不会，我就你跟人家能一样吗？来五环啊！哇哦，灯光老师，灯光关掉，我们就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。对，把这面光关了。对，舞台灯关掉。舞台灯关了，把这面光也关了。对。哇，这么多人哇！哎，把这面光关了。没事没事，开一点开一点。对，怕我们跑了。五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好，咱们这样啊，楼下的朋友们，咱们已经花那么些钱了，咱就先停一会儿啊。楼上这一圈我们找一找嗨的感觉好吗？找找你们的存在感啊，尤其是后面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嗨起来啊！别刺激人家了，你这。怎么没钱也没劲儿呢？怎么？哎。五环。楼上的朋友，咱们先歇会儿，啊。楼下的朋友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有钱人的魅力。不是，咱们是有钱。有钱，但是咱们要点脸行吗？这钱都是不要脸来的。楼上的朋友，盖过他们啊！非得打起来。你会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哎呀！2023年楼上这一圈啊，全都发大财，真的，这比唱歌声都大。明年2024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，你们都坐前面，好吧？太棒了。我不严谨了吗？我不严谨，你得罪一片人。嗯，你们可以包我。哎呀，我提一下裤子啊，裤子掉了。一乐这裤子就掉。对，一乐裤子就掉了。哎呀，行，安静会儿，安静会儿，安静会儿。我这个眼啊，近视眼，我看不清那是几点了，告诉我。22:30吧，是吗？好像是，我有点。你不能结束的太晚，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哦。接下来的时间那都是送的哦，对不对？都是送的，已经3个小时了。我们规定是不到3个小时就结束，加钱，加钱，加多少？加钱的话，
再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叫做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，好吗？音乐不唱歌呢，要跳。什么无奈，说什么天安排，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，说什么活该，说什么没未来，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用来感慨，想做就做最痛快。啊，朋友啊，不用担心好与坏，问心无愧最自在，和我一起来，来来来才精彩。我唱这首歌一共走了六个人了，什么没未来，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日出日落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花谢花开不想做就做最痛快。问心无愧最自在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歌，大概都有四五十岁了。这首歌太老了啊、这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。然后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我很好听，然后适合我这个骚劲儿，然后我就哎呀，我就
写了点词儿，然后找了这个原唱这个公司，嗯，改了改，嗯，对，然后就买了人家的版权，这是可以唱的啊，哦，问心无愧最自在。这几年我一共唱了三首歌，一个叫什么最亲的人，一个问心无愧最自在，还有一首叫做惜别的海岸，嗯，啊，我一会儿啊。我刚才在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我刚才唱这个歌的时候，问心无愧的时候，已经走了一排了，嗯，对，已经走了好几个人。然后我说，我说大哥，来，你来唱，我的意思，来，你来唱。大哥说，嗯，当时我说这首歌不够红吗？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，是吧？好嘞，所以又来一个好的。哎，不唱都能撑十分钟，让你撑时间来了。我唱完，我这嘴里缝着线呢，我现在。对，他最近啊，这个牙坏了好几颗。我之前种牙失败了。对，一下坏了好几颗。来之前就把那两颗种的牙全起出去，重新缝的。那也不耽误唱是吧？不是，我嘴里有一线头，老在舌头这刮着。嗯。好，等我忍忍，没看我今儿说话老咬着牙说。今天开心吗，朋友们？怎么又走了？谢谢，可能有事儿啊，着急吃饭去，没关系啊。现在人解释，已经十点半了。十点半多了吧？四十了。对呀，走一些朋友是正常的。对，正常的。家住的远的。但是我们希望就留下来的朋友能够更开心。都不正常，嗯，不是，对，都能够更开心。哦，哎。什么？包夜？我身体不行，我扛不住。你们俩现在身体都不行了，我扛不住，扛不住，我这怎么没拆线呢？送情郎，哎，这朋友点的好，送情郎一唱，彻底结束。那是我们的结束曲儿啊。说点什么呀？不就？拆西厢，有的朋友喜欢听竹板书，哎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年春晚虽然演砸了，虽然演的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虽然演的没有那么好，嗯，但是很多朋友喜欢我在元宵会上那个竹板书那段，哎，是吧？桃花艳来杏花开，青山和绿水桥安排，天是天来，这个地是地，红是红来，这白是啊白。其实不好唱，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主板书不好唱，他老有那个小拐弯啊，手什么的。对，老有一个手，痴情人总把痴情人等，这个嗯不好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来，蚊子似的。不好来，我看了很多评论，底下说，这个等这个好听。哎呦呦，这个手好听。哦，我看评论来的还。嗯，心里还是没底呀。然后我趁这个热乎劲儿呢，我又去录音棚录了一个版本，嗯，录了什么呀？录了一个版本，不是元宵晚会上那个啊，嗯，叫做《水漫金山》。十年前吧，我在舞台上唱过一个老段子，一个老段子，竹板书《水漫金山》。我把录音棚那个版本我已经录好了，还是白蛇传啊？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，假唱，不是，说实话倒是，主要他这个配乐没把原音去掉。啊，很烦在这儿啊！我放给大家听，如果大家说，不想听了，咱们就随时关闭，好吗？叫做《水漫金山寺》，献给大家。西湖美景甚可观，假唱都没进对了。秀水。趁高山金线柳栽栽，这个湖沿岸金山竹影几千年，曲汉闻道西湖他去观美景，遇见了青伯二蛇两位大仙，伯娘子见许仙有了情感，
船借伞是配了姻缘缘，这一天夫妻饮美酒，一宿黄时起了祸端，现原形吓坏我的二夫主，好可叹许仙是一命捐，薄娘子一见二夫丧了命，急忙忙长寿高山道取仙那丹，大救二夫他是得了命，许汉文还愿是上了金那山，许汉文到金山他是去还愿，一去多日是没有回呀还，薄娘子带青儿到了金山寺，正赶上法海是打坐盘那禅，薄娘子走上前忙打几手，好心的禅老师父尊了几番，我与你一无仇，这个二无有恨，你不该拆散了美满的姻缘，三生放出我的二夫主，一笔勾销是无话言，三生不放我的二夫主，博舍我平了这座四金那山，法海闻听他是冲冲怒，胆大的要舍你赶出荒岩，此乃是佛门这个清净地，天雷之下你性命难全，薄娘子闻听也是冲冲怒，手持宝剑是冲上了前，他二人在殿前这个交了手，谁分胜负是哪个战先，薄娘子一见我是难取胜，水晶宫里是把兵啊搬，五湖四海环游三江水，大水要淹着四金那山，法海一见他是不怠慢，真言咒语是念了几番，但只见水也涨，这个山也涨，水涨多高是山涨多尖，大水要淹这个金山寺，最可叹黎民是被水淹，水漫水漫金山，这个树一断河不断，桥是紧相连。假唱连拍的都没进对。水漫金山、是，这是我好听吗？各位，对，争取以后把这个原音给去掉，现场唱。下次，因为这个词儿呢，说实话，我最早那个版本大概有6分钟，这个版本4分多钟，我去掉了很多词儿，我脑子里就不连贯。然后我想现场给大家唱，但是我想了又想，万一漏怯想不起来词儿什么的。哦，这就不漏怯了。反正就是献给大家吧，好吧？那怎么办呢？因为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。是，反正就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咱们就不发了哈。唱的挺好，别发了啊。今天我老开心了，真的。其实好久没这么演了。因为主板书呢，你们也很开心是吧？因为竹板书已经很多年没唱了。竹板书演员现在仅存的就得2-3个人，到不了吧？真的这个东西不好唱。我师傅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我。水漫金山，我师傅也没有在舞台上唱过，是他在家整理这个词儿。我说师傅，这个可以改成竹板书吗？因为那会儿我就喜欢竹板书。我师傅说可以啊，我就拿起那个录音机，最早有步步高录音机，对，还磁带的。我说师傅，我就摁一下，然后我录，您就帮我唱。
然后我就回去学，有一天争取有一天我把他带到台上，是，哎，回去我就仔细听，天天听，天天唱，天天学，有一天我给他带到了舞台上，今天我把他重新翻新了，重新翻新，做成录音棚版本，加了三弦，我请人吃饭，请人给人家给人钱的还，然后多新鲜，凭什么给你白干活啊？你瞧这大气劲儿，哎，然后就是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竹板书《水漫金山》，传统艺术，嗯，正正经经这传统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？其实我们两个人不鸡贼，其实我们应该唱一段鞠躬下台，唱一段鞠躬下台，这样显得我们翻场次数多，是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，我们实在懒得走。嗯少走一步是一步啊这样显得我们哎是吧勤快，就是平地走道还是跟翻场的次数多，是，但是呢我们俩在台上一聊还算了，就一直聊，也别假招子了，对，一直唱，就希望大家满意，今天一定要满意，把口碑传出去，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专业，相声的观众我们一定要好好对待，尤其是现场观众，对呀，对呀，那么说接下来还有首歌叫《惜别的海岸》，有首歌啊，这回真唱了，闲多了，对对，惜别的海岸唱给大家好吗？惜别了，嗯，没有啊，我怎么听他说跑了，没有，啊，好像是跑了，哪儿啊，哪句啊，就是后边，嗯，就是你抄起这个以后，是吗？嗯，话筒的事，对呀，那个还真有人折，还有人给送水，我的妈哟！告诉我几点，我实在是看不见。这儿有表，四十九，10:49。有请我们其他演员上来，再跟大家重新见面，好吧？来了，哎，重新上人，重新选一遍啊！嗯，人呢？咋这么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那位老师李鹤东老师，这位老师冯艺凯老师，刘春山老师，谢金老师，我的叔叔谢金老师，孙子昭老师，我徒弟，哎，来宝贝哟，我徒弟尚小菊啊，向叔叔大爷们问好，大家好。给家大人露脸，菊仔有什么节目吗？有什么小才艺吗？对，小才艺，献给大家。我跟包子，我们俩唱两句。来一个，啊，拉着我。七月唱，唱这个。啊，七月唱，我们不唱七月唱了，今天啊。唱八月下了。啊，五月下了，来。我又哼着在梦里那首歌。很久没见过故乡的月色，奶奶的蒲扇它压着槐花落，爷爷的烟袋飘向了银河。谢谢。你们有什么想展示的吗？好孩子，上谢，东子，谢谢，不来一个吗？冯叔叔，您不来吗？叔叔，好嘞，叔叔。别那么恶心，哎呀，我舍不得下去，真的。他们其实，我们俩翻场的时候，他们这几个人已经早早都预备好了，就穿好衣服准备好了。他们以为我10:30左右就会结束，但是我真是舍不得，好几年没有演了，然后今天效果就算是不错，是吧？真的，因为岔气儿，我的妈哟！加钱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个叫《一回生二回熟》。哎呦呵！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啊！音乐老师，又有音乐了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无比的开心，我相信我比今天在座任何一个人我都开心。你看，开始煽情了。我煽什么情啊？煽什么情？泪岔子疼啊！泪岔子疼，对，就这儿疼。接下来送行郎唱给大家，这是我们的结束曲儿，结束曲儿，我们的终章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愁啊，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的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